好，我是王子异，在《不会恋爱的我们》中饰演顾嘉欣。郑重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女朋友 Alice。 每一个心爱的作家对于男人来说都是特殊的爱人。你真要参加下半年的比赛？必须去。其实很多人有误区，就会觉得骑摩托车就是为了耍酷，其实它需要脑力体力，它不是凭一时之勇就能做好的事。每到这几个弯，刹车不管，开油也不管，你看你自己的曲线，跟你说多少遍，你怎么老忘？我打算抓紧时间训练，再加把劲儿啊！不要想意外，也不要想结果。没有人要求你一定要拿这个冠军，为了你梦想，我们都支持你。我相信你。好，出现了，那本次的冠军黑马46号选手顾嘉欣。好呀，那我觉得吧，就是子毅是一个非常可爱又认真，然后又非常的就是反应很快，就跟他搭戏的那个过程呢就是很愉快。辛苦了。你好，哇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